接下来要上场的就是我们大家期待已久的小沈阳夫妇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他们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掌声有请二位。有请。我是小沈阳。我是沈春阳。作为我自己来讲，以小品形式，就是说上台或者是 PK 的形式或者比赛的形式，我还是属于 B 级。今天你为啥看电视也没出镜？那你就是一根蜡送给我了。那没事，邻居之间这小事儿。有机会锻炼一下自己，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俩参加就是能给，一是对自己有个锻炼，二呢就是，从内心往外的想给大家演点小品什么的，演点节目什么的。也是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笑声的同时吧，能有一点点在生活上的那种启发。毕竟是第一次以比赛的形式然后演小品，所以还是紧张。都是我是重在参与，对自己也要有信心，我们俩也要加油。其实我没有什么信心。哎呀我天，是是你说呀，谁知道啊，这电梯一天坏快800来回，那我走楼梯，我走楼梯我不怕呀。我跟你说，后面有个人跟着我，真的，他还拿把刀，老吓人了。你说我咋整啊？哎，你说话呀，我咋整？喂，你这关键没电，咋整？慢慢，喂啊。咋的？泰森还要跟我打一仗啊？哎呀，拉倒吧！昨晚不都让我干背夫的了吗？今天又起刺儿了？啊，那行，那你明天再穿个角吧。我跟你说，我明天啊，要不把他打的满地找耳朵，我都不是中国辽宁女汉子。你妈，喂！我这是嘴，谁家搁嘴泼硫酸呢？啊，那你跟着我干啥呀？谁跟着你了？你呀。我家搁这儿。你，哎呀，你就来个痛快的得了，哥。啊，对，我家在这儿。你家搁这？对呀。你不可能，我都搁这住50来年了，我怎么没看着过你呢？我是50年后来的。你进去，那你有钥匙吗？你有钥匙，你别害怕。那你把门开了哈。那你开门进屋。哎呦我去，吓死我了。哎呀，把我当坏人了。这家挺有意思。哎呀，好像。哎呀，有点饿了呢，你说呢？找点吃的吧，有点饿了。吃点啥呢？不行，方便面吧。过两天给我介绍对象，我得减肥，不能吃。哎呀，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呀？我就少垫吧一点点。咋停电了呢？咋停电了呢？我欠费了。我刚交的呀。得了，上旁边那屋问问去。他家如果没停电的话，证明我就没欠电费。我上走廊看看有没有电。打！喂！谁呀？妹子，我刚才咱俩见过。你谁呀？旁边那屋的。啊，你是用嘴泼硫酸的人啊？对，是我。你又上我家泼啥去了？
我嘴漏了，泼不了了。你放心，我就问问你家有没有电，妹子。完了，使劲是，他把我家电闸拉了。这啥玩意儿？这小眼睛这也太坏了。那啥，那个啥，你回去吧，俺家有电。你家有电？俺家有电。你家怎么能有电呢？真的假的？真的，这都看电视呢，咋没电呢？看电视呢。那你看啥呢？看啥呢？我看的是《法制进行时》。哦。说有一个小眼睛的小流氓，半夜把一个单身女人家的电闸给拉了，然后伪装成电工进入了这个女人的家里，图谋不轨。最后被这个女人一个大劈叉就给撂那儿了，最后使出了大飞脚、小飞脚、佛山无影脚，总之赵文卓的所有飞脚都用在他身上了，给他扭，然后拍倒在地，扭送到派出所，法院依法判处这小流氓死刑，立即执行，押赴刑场，枪毙1小时零25分钟，没用机关枪突突啊。那是下期。你别骗我了，没有电你搁啥看的电视啊？谁？人点蜡看的。你还挺幽默的呢，妹子哈。谁幽默？幽啥默呀？这幽默，不是？你咋知道我家没有电呢？你家电闸就我拉的。哎呦我的妈呀！你干啥呀你啊？啊！我跟你说，我啥都没有，你拉我家电闸干啥呀？那么损呢你啊！你看让我炸出来了吧？证明我没欠电费，谢谢你啊！啥玩意儿？这么无聊呢？把我当坏人了这是？这咋整？这也没准儿，这水得加强点，这也太黑了。对，记得我上个月过生日剩根蜡，这里。啥玩意儿？这是豆腐啊？啊，是豆腐。哎呀，祝我生日快乐！垃圾箱碰倒了，没事，大哥在这呢，别怕啊！我能不怕吗？我跟你说，我一小时我就怕黑，天一黑我从来都不出门。我小时候学习成绩不好，就因为不敢看黑板。然后人前两天一个同事给我介绍对象。我愣没敢看，那你咋不看呢？他说他是宋小宝，他老黑呀。没事没事，大哥这有蜡，你这么的，你把我这蜡拿屋去就亮堂了，你就不害怕了啊。你有蜡啊？你要送给我啊？对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就你们道上这点事儿，我全明白。你这就叫天亮下黑手，你知道。你得相信我呀！你这么的，你搁门镜看，我把蜡放到你能看的地方，完了我回屋，行不行？啊，那行。嗯，那你等会儿啊。哎。啊，行，你放吧。这行吗？哎呀，这不行不行，太近了，看不着你。这呢？啊，太远了，你进来。这。啊，这边行。好。行，我走。我回去啊，没事。回去吧。进去呗。我进来了。判几年呢？好的。哎呀！你干啥呀？我吓你，逗你玩呢。没事，你去吧。你挺大个老爷们。摸毛吓不着，哎呀，这有亮了。
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太神经质了呢？好像有点误会他了吧？小眼睛呢，人好像还挺好，是吧？那我给他送点吃的吧，也不知道吃没吃饭。给他送点吃的去。哎呀，就这一个萝卜得了。当当当！谁呀？我是打泰森那人。啥事啊？你吃饭了吗？我吃完了。你吃完了？我吃的饺子、酸菜馅儿六个，吃六个呢。你净扯！那停电就停水的玩意儿，你搁啥煮的饺子？我搁醋煮的。你家醋能煮饺子？你搁辣能搁羊辣能看电视，我就搁那醋煮饺子吗？不是啥事儿？哥，你把门开开呗。太晚了，你什么事儿吧，妹子？那你就开开呗，我一个女的还能把你咋地呀？哎，进来吧，黑，有点黑。是你呢，哥。哎，你这屋咋这么黑呢？我就喜欢黑，从小就喜欢，越黑越好。我早晚把宋小宝娶回来。啥事儿？太勇敢了。那个啊，那我知道了，那你就一根辣，你就给我送过去了。小事儿，咱俩是邻居，你就别说是邻居，就不是邻居我也得帮忙啊。哥，你心太好了。那个什么，我也没有啥，就这一个萝卜了。那这屋还怪黑的，让你上我家吃去。我家那屋什么都有。不好，不去。哎呀，走吧，没事。别。哎呀，怕啥的？哎呀，来吧。这旺屋最老爷们儿，你别坐。坐着。哥，你看，这家气氛还挺好啊。是吧？这得放中间，烛光晚餐。再配俩猪爪子，正好啊。你咋知道我爱吃猪爪？真有。不好意思啊，第一回见面就上你家来吃。哎呀，这不是挺突然，这不是停电了吗？是哈，那来电呢？来电你就回你家呗，你一个大老爷们上我家干啥？来电了，我得回去了。哎，停，坐。这咋今天我还不信这顿饭我还吃不好了呢？哥，哎呀，这得拿着，你特意告诉的。哥，你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还总误会你。是。其实邻里之间不就应该互相信任吗？是吧？对。哥，今天为了咱俩那么多误会，突然间的相识，咱俩干杯。干杯。干。我属鸡的。我属龙的。绝配呀！谢谢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感觉杨仔和他的爱人演得好不好 ？OK， 我觉得这个打泰森那块挺有意思的，就是一开始一看这么一个女孩，其实她这么讲是非常的想要强壮的，其实她特别的胆小，后来邻里之间又这么亲近，互相帮忙，能在一块儿，我觉得挺温馨的一个故事。我现在首先得说春阳非常好，哇，因为他这种幽默我们看着像冷幽默，其实很难把握，因为今天几乎所有的包我都需要他翻一下，小沈阳呢是抖开然后由春阳来翻，所以他这种演技在我看来他比以前的水平又提升了一块。本山老师对这个作品如何评价？因为他们从跟我上完春晚之后一直就没有在演小品，就是在小品的作品当中出现很少，因为说实话呢，我从心里头感觉到你们俩就是要比想象的好，看起来就是你们认真准备了，而且这个故事这个情节邻里之间相互存在的那种不信任，包括整个上场的那种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很惊奇的，后来泼硫酸那个吹完牛了泼硫酸那都挺好，
但是煮饺子那阵儿，他说没电解啥煮的，你可以就说我用硫酸煮的。那他这个要比你这个醋还要好，因为他这都是衔接的。对对对对，这个作品还很好，就是有进步，你们俩还挺认真。好了。哎，谢谢。这回本山老师的意思是作品也不错，演的也不错啊。那最后我们听一下香姐，好不好？好了，我是观察员啊。那其实我觉得，因为他们俩是两夫妻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一定是很默契的。所以我相信，如果再给你量身打造一个更好的作品的话，我相信那个效果是天下无敌的。加油！谢谢，谢谢香姐。香姐，好。也谢谢沈阳和春阳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谢谢，谢谢，好。